我们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住中心，此时此刻身在海外的广大华侨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，我们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打胜这场疫情阻击战，抗疫必胜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我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，愿疫情消亡，大地春回，愿同胞无恙，你我皆安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我是冬雪，我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为祖国加油。我是黄晶晶，来自约堡华星艺术团，抗击疫情，我们和祖国心连心。我是马里组织的林海岩，愿疫情消亡，春回大地，愿同胞无恙，大家平安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凝聚爱心，共同抗疫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温州加油。我是吴芳芳，我在斐济首都苏吧，想对祖国说，我们虽远居海外，心系祖国，阳光终将驱散阴霾，春天必将会到来，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。我们向抗击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，你们辛苦了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。我们在爱尔兰都柏林，全国的医务人员们，你们是2020年最美的逆行者，希望你们早日平安归来。感谢坚持奋战在一线的各行各业人士的默默付出。湖北人民不止在国内，我们身在海外的同胞也同样关心着你们，帮助着你们。祝患病的同胞早日康复。祖国永远是我们强大的后盾。我写稿。我是梁飞，我们在爱尔兰都柏林向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，请你们保护好自己，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凯旋。瑞典海外侨胞为中国加油，为武汉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支援中国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我爱你中国，武汉加油，干杯，武汉干杯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，